20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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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叫大会，来这样开三百，两百块，反正两百块大会，我嘛是当做社会的，开好，来四位、六位、八位、十位哦。来求前面两百，一下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不要买，只要两百。伊去七两百块给你啦，七两百块请你，总共十四块、十五块给你，三百你有买无？来两百块，一个买得。大致的卖药。讲话呀，好啊，还有哦，小姐啊，赶快赶快，这个不用考虑了，我真的卖很便宜哈、哦，你们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我也不解释了，好不好？来十五条，一人十五条，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，大你要买几个无？等于吼，你嘛唔免去买呀，安尼十块钱，无够平价那个三号就多，因为这话，这话台鱼啊吼，拢是真正的很重啊，所以伊无进过去，所以辛苦啊，够有咸味。来，爸，现在两百块有人要签无？两百块，进来哦。有介绍吼。卖完就无欢喜。来，爸，现在两百块来，进来进来，动作快来。来，爸，现在买两百都，两百块，啊，够有人无买着无？有啊吼。好，我等下较卖下去，爸，现在，通通有了哈，来，谢谢。来，阿爸接来喊你来。来，阿、啊、要吃鱼卵哦，阿、啊、佫要吃甚物？你讲，有土土，有鲑鱼，有蒜鱼，甚物拢有。一条百二块啦，今日今日切啊大切一条，一条来一百八块啊，都免谈。一条百二是不钱的。来五条，唔免六百，五条就四百。来三百。好，三百块来，招一个人加要吃鱼卵的动作快来。三百块，哎、欸，帅哥你好。来三百鱼卵，三百块。三百块这鱼卵都贵哦，哦，你要先吃的哦，跟着沙拉吃非常好吃。来三百块鱼卵，三百，福气鱼卵，福气鱼卵。来三百块，都有人要蒸鱼卵的无？这个真的好吃，而且营养。来三百块来，进来，进两条给你来，免五百啊。来三百块鱼卵，来三百块，都有人要蒸鱼卵的要紧哦。哎，赶快哦，卖完就没有了。鱼卵三百块来，进来，阿妹妹就拢话哈，刚刚要来再卡袂啊，鱼卵啊。来大哥也要吗？来三百，你拢讲没有啊？来谢谢。二娃过来，应该要吃哪位？金刚凤。二，我金刚凤花妹妹来，拢装好笑啊！来阿飞机帮我出一半来飞机。来阿五，我吃吃好啊！来，想吃的一盒不用五百了，一盒也不用四百，这几天还要三盒了。这纽西兰的哦，纽西兰的蛋菜不是大陆的烂菜哈、啊，哎、欸，其实都好吃啦。哦，可是哦，纽西兰哦。它比较高级一点，来，一克啊八百公克哦，八百克差不多一斤哦，我当作一斤卖你得，一斤的蛋菜买卖四百，来，买四百，这是鹅啊哈，这不比鹅啊生蚝更加好的物件来，我没事啦，我袂当袂当亏，袂当偷溜啊你，我不会谈恋爱啊，都算偷溜啊，好呀，来，睡吧，这样一包八百公克，真的很好吃，你要煮汤，你要炒，你要烤，怎么煮都好吃。一盒八百公克，不要卖你四百了，两百就十二，买卖你四百，买卖你三盒，外国唔买四百，唔买三盒，这样买一盒三百块的，三百块来。纽西兰蛋菜有没有喜欢吃？我不知道是不是用黑猫的，三百块，三。两块不要买，两块是黑猫，不确定。五百蛋菜，来啦，你唔捌吃过吼？蛋菜你下去炒九层塔，炒就算了啦，叫赶快喝下。这样一斤两百块两百块来蛋菜两百块，一人一盒，我还无看来行的，我等下啊，我变，你都无爱插我呢，好快点，等下到哥来，来，好，哥要吃啥物？你先讲，拢有啊哈，鲍鱼海贝的来，来啊，看咧哈，大尾无？蒜头鸡，有大尾无？有大尾无？大不大只？哦，大只啦哈。外公，我系大只，我当作细只卖得。哦，虽然它只有750克，可是它没有包冰啊，就是失重了。来，有要吃，一克买三百，两盒五百，做麻烦的，这样一克两百块我得。两百块来，海贝来给我开哦，白虾，两百块得啊，不用不用，哇，要，来海贝两百块得，来酒量先我人，来过来来，来两百块来海贝，你都回来。
200块买六座位都。两分。来海地200块，最后一箱啊！你有买着福气，无买着卖相。来200块，啊虾啊虾一堆。装箱子，装箱子啦！哦，来，赶紧，来海地的200块，够人要吃无？大只哦，动作细只卖你哦，200块要紧哈，赶快哈，动作快一样。大只的哦。哦，赶快哈，来200块都，海地的200块够人无看到吧？包圆哦。都快了，哎呦，我看200块都还两个月哦，哎呦，感谢您哦，来哦，还要吃鲍鱼、干贝拢有啦，鲍鱼买500，买400，200块都200块来，鲍鱼买200，3包4包你啦，来啦，5包你啦，吃欢喜来，200块大家要一份哦，来200块鲍鱼超好吃哈，而且饼较少，5包的你200块两来，哦，旁边帅哥一样，来鲍鱼赶紧，来两包，哎，不是鲍鱼。来包鱼200块来，哎，不止小米做。东西来。我来包鱼200块，来。这么老。还有两个没有拿到哦。来包鱼200，进来，动作快啊！200块卖完都无啊哈，拼拼啊，少的卖完都包鱼200块。来，这么快就来搞讲了。来200块，好，来个对会好，来多来。哎，进来，别吃包鱼，最好两个人去了。来200块的鲍鱼，200块，快，剩下一箱而已，卖完真的没有了。来鲍鱼200，安尼拢看到没？多人都看到鲍鱼无？有啊，拢看到啊。好来，哎，小姐，你这边求婚啦哈。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位咯，鲍鱼。200块，你拿。来，阿要吃干贝来，开1800拢做唔免啦，一克500公斤，就是咱咧讲的半公斤啦。大了无？最鲜奶油，最好，最差，最粗拢总会使。两只一公斤，买只唔免800，唔免7500、7800拢免拿来。500块两个人去吃都500块来。加块的干贝500块，有人要煎干贝无？不要煎哦，不要煎，只叫个三皮来500块。我姐帅哥要买咧，500都500块，谢谢啦。头家无来，头家无来，佮头三只客，两公斤哦，你免1000。一千你买无？来5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你换倒啊，别甲我收。倒啊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位干贝500块，都买到了哈。好，来谢谢。哦，安叔，别假啥。毛豆。这有，黑银好毛豆。干贝你一只，我存一只，我要做迄个。我去过来啊，后边那边。要几只？后边个味道，哦，你不偷吃鸡啦？啊，这个吗？有啦，要几克啊？无啦，500块要几下啦？有啦。来，要吃黑鱼大尾哈，大只的哦，哦，一人一份，五个人加吃，唔免500。来300块啊，大只的甩啊，等于差半差面。来300块，300块，你要我很不了，我很不是无变车哦。来300块来。来，恁五个人加吃，都来，不来。哦，你就爱看我表演，来，咸狗摕出来，我吞咸互伊看。哦，知道了。今仔无咸咸面好干啥？来300块都，五个人加吃。来，五个客人吃哈，通通给你们的，不用500了，不用400了，来一人求婚，来300块都，大只哦，今仔黑面叫大只哦。来300都，我靠呀！拢无人甲我提醒，五个人叫我分做四个来，安尼这个第五个啊，来300都，哎呀，分大一啊，来，四个客人吃就好了，来，不用500了，来300都，大杯黑人来300块，要不要加冰块，帅哥？要加瓜冰吗？还是面蛋要水饺？来300都，哎，我这纯大的黑人，恁看下，无冰的呢，没有冰块，看一下呢，一个都1斤多了，人这一下乌白黑人，好要笑的。来300来，最后三个客人都买到了吗？家人，300块黑银买300，安尼拢买掉了哈。来，感谢您来。好，阿你给我盖上，不见，毛豆来，好，阿雪鱼好。来，要吃毛豆的200块，买啦，买100块我都，100块啦，毛豆买100嘞，2包一公斤，100块俗不俗啊？来，今天要包，今天要送你啊，来，100块买了毛豆，100块来，好吃的毛豆，100块呢。哦，来，然后到100，赶快哦，只有6个客人哦，卖完就没有了哦，来100块，100块，100块拿到，来上面关掉，紧嘞，来100块呢，动作快啊，6个而已，你看到没啦？
紧张未啊？紧张一排，来这边妈到一百，好来有啦咯。算到你啦，我有算到你。一连线，好来，好来，剩两百一百，那唔好啦，七十多啦，哎呀，两百一百，好俾我摸下。小美，你再看看社团公告那边有电话吗？来，算里面几千，外告算里面几千嘛，公告那边都有电话哈。那水耶，那算里有高哦。哦，阿吉别胡多看，那边有电话跟麦哦。这算里安尼靠正常靠水，老要吃算里卖要几千，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来来新交一个买来，三地都要买六百来，四地你来五百块来，一个买都写五百块，大大把汤料哦，谢谢啊，大。飞机四台啊，拍听拍听，来五台你啦，来五百块雪梨来五百块，一人一份哈、啊，算你五百块都来两台来三台，来四台你来，七台搁请你来五百块都，这样你买无？对啊，买一份五台哦，不是卖你八百七啊五，来五百块，对啊，还卖得着算你无？五百，哎，拢来哦，算你啊，好来，谢谢，感谢您来，好，还要吃鱼翅跟两百块，三个人给了，鱼翅跟两百块，三个客人吃就好了，来。好，来两百块，上面一支鸡，动作快啊！两百块一包两斤啊，外头起码爱卖到二啊五啊，两百块啦，一包卖卖啦，我请你，换两包转，来两百块一支鸡，两百块，你有钱无底买，都无可能较俗啦，不是无底买啦，有啦，无可能买较俗啦，来最后一个人给两百块都，这下你卖哩，卖较紧的，卖较紧的，哎，其他按对分哦，来，阿哥要吃啥货？你讲，我就买。有安尼啊，不，我家己找物件，你看，来啦，吃妥妥啦。来，牛二两鸡腿排。牛二两鸡腿排呢？好，伫后壁吃啦。来，我知影一个，牛二两鸡腿排吃。哎，啥物物件要啥呀？不是，搞不？我是讲要大鸡哦。好来，牛二两，好来，这样熟来，这嘛大鸡哦。哦，这无贵啦哈。足好食，来一人一份，三百面台，两百块碗，牛二两的鸡腿排。这个水啊，阿无骨啦，去掉啊，这拢饲好啊。啊是牛二两的口味，牛二两唔知哦，牛二两唔知啥物事，牛二两就是足香的鸡腿啦，啊就来啦，几号你啦，七几号你啦，八几号你来，两百块一个买来，规件到起到十几啦，用这两块来两百都真正好食嘞，两百块牛二两鸡腿来，两百块，歹势哈，紧哈，多少个啦？来五几来，来七几来，八几到几来，十几号你来，来两百块都。牛二两鸡腿排，要买要快哈！来行了，知影啥物叫牛二两？你卖阁收啊！你妈无啊，蒙一个好无诶！来两百块，伊拢无卖伊啊！伊两个啊！吼！是来，我卖一个。来两百块，你足够诶！来两百，你看安尼是毋是拄啊好个？对啊！来两百咯！来，我来两百。十几来两百咯！我都要印出一支诶！来两百块而已，不够。来两百，来春节两个娘。有二两鸡腿排，最后一位了，来谁没买到的赶快，来，赶快，来两百，安尼拢关掉哈，有二两鸡腿排，哦，谢谢，看你阿存大鸡哦，你买俩哈，来金马公嘛，金马公嘛，两个人去买了俩，我甲你拍摄，苏里马斯，伊是邱淑敏，哦，金公嘛一票拢100-100元，来要只开300块，恁两个人去买都三票哩。三片三百三八熟小块熟淡薄啊，无好算。来两百块，我说，即起阿妈袂阁请你，同款两百块，两个客人而已哦。你今日来就买无啊？来，即起阿哥你来关。两百块都，紧嘞。我好安尼无啊？你袂一日得？没有了。来今麦讲嘛嘞，来关心。来下间吼，下间过来讲三个人加买会到呢，来两百块都。200块来，三个客人而已，手工虾卷啊！来两百块的秋江虾卷，我含要吃虾卷的。来一个咩啦？不是八条，不是九条，不是十条呢？两百块虾卷，当中有安尼。来一个。三个人去，哎呦，大家退会哦。来两百块，谢谢啦。来虾卷两百，目前呢，一个客十几条。12条，13条，14条，15条，你两百，我输你，那条要送你，总共16条，200块，再招一个妹子，下间200块，大来，最好吃，这当煮汤的当真，真正好吃，我们这大汉，我看他做食材呢，来，二，阿妹吃这来，哎，这龙虎斑的鱼翅啊，3200的，龙虎斑的鱼翅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他的花纹，龙虎斑，龙虎石斑，来，这个不便宜的。是人家专门在煲汤的，专门在煲汤的。哎，有肉哦，白色对方都是肉。
一包不用150了，两包要300，也不用了。今仔日来就是要恁欢喜，恁好去啊，上面就这啊。这你当作十兆有哦，无可能十兆有。来，一个人摕两包等于住啊，免300，我袂甲少两百块啊，都200块啦。用好办鱼翅来，200块都200块，鱼翅，200鱼翅哦，我来，200块大姐小姐要怎样啊？我讲今日去。我一定加落去，啊，不过吼一个人买尔，我交无啥落去。新官头做做你来了，拍拖200块，200了，哎，就你妈的，就他妈的，你就是你。小箱子给我，龙哥，来200块来。来两个。哎，这个煮汤真的很棒哎，尤其你小朋友，爸爸妈妈喜欢吃的。卖公阿姐啦，来啦，200块上回就对了，没事啊我。那没事吧？这里有钱都无得买嘞，你国车有钱都买有哦。来200块了，这样旁一半来200几个咩啊？两个。哦，够够够，我袂搞笑，搞两个搞旁边，一包冒没有？来200块了，200块来，我一嚼爽快，没200，200块了，200块来，用好办的鱼翅来。200块了，200块，袂较紧嘞，袂较紧嘞，这么定条，你国车有？十抓十礼拜来，我等下就要无啦，无十礼拜等下就来200块了。足球师做你做拢好食，200块了。讲话，我要收起啊，我咧卖200、400包呢，300包、200就收二包呀。好来，阿要食炒虾仁来，拄食无要着虾仁，要着虾仁，拢总袂要紧，分车了。那要食来开500块了，炒虾仁500块，补充一下饮料哟，补充一下来。200、400克，300多一斤，500块有效果。这炒虾仁哦，哦，这是炒虾仁哦。来，要进来来，500块了。炒虾仁500，有没有人吃小虾仁的？500，炒虾仁有人要炒吗？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，吃这个下。我看没500，是啊，我一个给300，一斤重的炒虾仁，差不多600。我卖你是啊，我卖你400，你搁袂晓吃？来300块都，300块来炒虾仁。300块拜托的，一斤的炒虾仁，卖开玩笑好不好？来300拢好，炒虾仁300块，得了吗？外公好，你试吃啦，你唔捌食过炒虾仁？好不大事。炒虾仁，一人一份，来200块都。随便什么都可以。炒虾仁买200都，我讲今天去一包800块呢，2包3粒的，给你300了，够笑的。来200，给这个卡中来，200块来，两包，200块谢谢。你唔知道，你唔知道行情啊！买着拢赚着啊，200块，200块买一包都无三百，你话去买200，来200块炒虾仁，都拿到了没有？来200块来炒一斤200，最后剩三个人给炒虾仁200块托笑啊！你啊炒一斤换200的，来200块，够拿来买着吧？200，好笑，我无开钱哦，钱都在放哦。来200块炒一斤200，对啊，你鱼饺。哦，来喝喝嘛！我大炖粥啊，大炖无掉啊。应该是网络的问题。最后三个客人而已，炒虾仁200块，通通买到了哦。炒虾仁买两百，我这不跟你看钱，刚才我白话，你都不爱炒啊。来200块哇，来三两脚来，500块装包了，500拢给你啊，500都有税哦。500拢准备了诶，我你买虾仁啊，我阿哥搁提落去啊，我艰苦啊你。虾仁搁500，什么人订的？什么人订的嘞？炒虾仁哦，我变态，我袂靠遐这边呢。来，鱼饺来，鱼饺五个人计好，这足够啊好。啊，无法度啊，你哪来啊？有要食鱼饺的阿星啊？我随时有朋友可以上。这鱼饺多好吃哦，等于你啊煮汤煮火锅，来五个人给200。我讲啊，这是爱卖，你啊卖卖较少钱，爱卖六个啦，赶快卖你五个，来700块了鱼饺。100块来，5个客人吃就好了，比较，都比较。你吃这么少，我每五个人给是不可能买到一斤，要五斤，五个人给来700块，一人一份，来700块来，大你要几份？几人？大你们好，感谢你。来，一票100，各人来炒一票。三个，来加起来哦，4个，来，大哥800找你，谢谢。来，鱼饺100块，要咩？4个，来，最后一个人去，100块，100块，今天拢有啊，鱼饺100，拢卖了未啊？鱼饺啊，我五个人去吃来，没关系，5个客人吃，让他们高兴。来，可爱鱿鱼200块来，
两百块唔免五个啊，这个四个客人而已。来，你两百咯。来，进来进来，因为要两百块啊，我你脚爽啊。来，两百块了。来，三百多。我有啥啥最正宗的多少钱啊？你嘞？来，两百块，来一人一份哦。这个真的好吃，可是你外面吃又不便宜。来，两百块不要紧的，要便宜。来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块呢？由于要买两百块，哎，我下底无用冰啦，伊要冰我等下交伊啊。来两百块，来关键动作快，来两百，两百块，由于买两百，用大呀，好无得，回收啊，你服务哈。来留意啊，两百，今年客人还没卖掉吧？全部四个客人而已，这个不用，你们去想啊，好不好？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金明加冰我了，下底是无冰哦。来留意啊，两百块来，今年最后三个人客，来两百了。好笑啊，一堆两百块给你客户啊。来最后三位还没有买到的，赶快动作快，两百五四三二一，龙华来各纠结好不好？两百，安尼我就好平了。一个歹订，因为伤济并无咯，也是并有咯，并有咯，拢买买好无？全部无买啊，平均该空空啊，对啦。马紧，别买几下。来，啊要食龙胆来，啊这蛤蟆好啊吼，来蛤蟆好恁来，啊这想要食这龙凤腿啊，都有，啊吼，来蛤蟆先好恁来，蛤蟆出只三尾来蛤蟆，歹势哦，恁等下不来。蛤蟆来，今天动作快啊！来，要吃蛤蟆，卡手卡面的。来，哎，阿张无看到蛤蟆，我走。好啦，来，要吃龙虾上班吧，来。不是啊，这龙胆啊，靠呀！够啊，姐啊，够啊！来，唔免一千啊，来500块我都，500块来。龙胆上班500块来。大你看要几分拢袂要紧，哦，我今日去买互恁食，欢喜就对啦。龙胆石斑，500块来，个人要食龙胆好不好？500了，我两个要食了。我阿妹，还袂结束的，来龙胆石斑吧。应该是人潮问题，太多。我用的啦，我咧用较久啦，所以要等下。啊，我会欠的。来龙胆石斑来500块来，500块，500，龙胆吧，一把我就咪头。一支卖你800，一支卖你700拢卖，来500块几个卖啊？两个卖尔，会搁卖一个无？我你三个搞卖咯，来500块有夹二包有哈？来今日啦，要食龙胆来500块，来你三个卖，最后一个人会带你搞咩用花冰？没，没咯。来阿姐啊，你要用花冰无？好，加冰加100。来500块，最后一个人吃龙胆。500块来龙胆石斑煮姜丝煮味噌，超好吃的，不用1800了。来500块，最后一个龙胆球喷千叠500块，你不要没有无冰，无冰呢，顺当的呢。来500大，你去搞买开400，阿姐吃不了，叫阿姐阿妹，好唔好？来感谢你啊，这真正无俗啊，我来袂安尼哦，你交陪你咧啦，交朋友咧啦。来阿黑见那个来，来加点三个客人，来老大来。来，感谢你哈！来，大哥来，谢谢阿姐小姐来。来，对啊，大哥谢谢。来，小姐谢谢你。二来。